你们到这里来是来体验人类生活的，所以肯定要选我。过去的我过得太懒散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会合理的规划时间，让每一天过得充实，让你们感受到人类的生活的热情。我选他。你也太容易受影响了吧。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。世界上的人有千千万，对生活的感悟也有千千万。想要体验这一切，那就跟着我去流浪吧，到旅途中去感悟真我。我觉得这个是真的。喂。